欢迎收看总干事 TV。 今天啊，就是台湾 TKC 卡丁车锦标赛的永安站，今天终于回到我们永安的主场了，势必要血战到底。今年现在这一场 TKC 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所有的车队都在准备争夺世界杯的门票。2022年的年度有四站的比赛，那这四站里面呢，你可以剔除一站你成绩比较不好的，就不计算成绩。不过力保站第四站呢，它是乘以1.2倍的积分，也就是说这一站如果可以先大幅的领先，那你可能就胜券在握了。所以今天呢，由于大家积分非常的相近，所以大家都在全力卯足全力啊，火力全开，要让这次得到最好的成绩。 Rotax Match Challenge 的 Grand Final 呢，这次取4个名额，有 Micromax 跟 Max Senior， 还有 DD2 Senior 跟 DD2 Max Master， 这4组名额会各取一位参加在葡萄牙它的 Protimo 的赛道举行啊。我告诉你，这个呢是 F1 葡萄牙大奖赛的赛道旁边的卡丁车场，所以肯定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跟好玩的一个赛道。那我们除了在葡萄牙的这个比赛啊，各车队想要获得最佳门票之外，当然啊，所有的车手带着一个朝圣的心态，有没有？你要去一个这种世界精英汇集的地方，这样大杀四方斗一下，那感觉肯定不一样。那我们永安 All In 啊，最有世界杯门票冲击的机会的选手啊，就是我们第一路的 Senior 张宏瑞瑞。他在上一站力保站啊已经拿到一个冠军了，我们就看他这一站在永安带来什么样的表现。还有呢 ，D2 的 Master 就是疯狂大叔啦 ，Roger Uncle Roger， 他目前来讲的积分也是些微的领先，所以啊，各车队磨刀霍霍，好、哦、想要处理这两位选手。接下来就是由我代表永安 All In 啊参赛这个 Max 的组别。这个 Max 组啊，其实以往都是最热烈的组别啦，因为这个组别起跑车辆非常的多，全部塞进1号弯的那个动态啊，很可怕。一样，主场全力以赴，希望今天各位选手都可以得到最佳的 Qualify 单圈成绩，做好明天的排位准备。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总干事 TV》。您现在收看的是《总干事 TV》。我的车子 Coach 六，今天拜托你了。小事、啊，不对，根本不是事。好、哦。我们乖乖都准备好了，好，不用乖乖，我就是乖乖。OK， good job。 对 ，OK。今天压力大吗？小压力，小压力，有一点小小的压力了。今天大家精神状态怎么样？车手们？哦，就是，大家看起来是目前知道还不错。除了我的车手，可能前一天晚上喝了有点多酒，所以刚第一节下去有点宿醉，我也有点不知道他在开什么东西。你说是谁 ？Uncle Roger。哇，刚很激烈，还行吗？早上的练习怎么样？早上练习就是试试场地看有没有问题，人有没有问题，看起来是信心十足，没什么问题。你今天看起来气色还不错。因为我昨天只睡1个小时。你昨天是住在永安？对啊，住在这边比较方便嘛。对啊，我们赛道上面都有铺床，打通铺的，先培养赛道感情。你们昨天几个人挤一间？我自己一间啊，我就睡1号弯啊，那看他睡几号弯自己选啊。你说查理跟大王他们睡回头弯。查理哥，我们刚试车还 OK 吗？还不错啦，还没到预期目标，但是多波折啦。有今天的表现都要感谢机师们帮忙。好，我们昨天有在赛道走一走睡一睡，心情都好很多了。好，培养感情，培养感情。好，加油，快吧！我们大毛哥哥，上午我们刚刚这样测试车辆有没有问题？哦，状况还在抓，没有很好。目前的秒数在这一个礼拜做起来怎么样？感觉怎么样？今天不好，今天不好，今天不好。那我们今天 Max 的策略是阿瑶带我们飞，跟好跟满 ，Good， 我来了 ，I'm coming。哎，你要进来了是不是？啊，我来。哎 ，slogan， 我来了，对一句，对他 ，I'm back。哦，今天感觉还不错，因为现在是自由练习的第二节。那上一节我跟我的技师熊哥稍微调整一下，讲一下车子的状况。那熊哥给我的胎压，还有给我的低速，给我引擎的一个马力，我非常的满意。因为今天基本也是一样，就台湾厉害的都有出来，所以今天不管第几名啊，只要能完赛，那如果能上颁奖台，应该在台湾都是算顶尖数一数二的车手。早上练习。
场上的气氛感觉怎么样？场上气氛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很激烈了，大家秒数也都很接近，所以我觉得压力也很大，然后压力大就紧张，又更累了。这一次的的确确 AB 组在一起跑，总共26台车，那加上上礼拜整个礼拜都没来练车，所以会觉得说早上两节其实开得不是很顺，然后车又多，然后又热，重点是又热，对，很可怕，真的很可怕。整年度我到目前为止 TKC 的第三场，这一整年度我几乎都会报，就会让他完赛了。到了一个年纪了嘛，那我们就是热血一下，圆梦一下这样子。希望这一次能顺顺利利的完赛，对自己的期许就是完赛就好，然后为奥运拿下一个1、2、3名的宝座。对，有看到远方吗？有来永安赛车场的朋友们，记得帮我们在远方的 QR code 扫扫看，扫不扫得到回报一下。你扫到的截图拍照，来永安一张票算我的，假的，真的。截图私讯粉丝专业 FB， 送你一张卡丁车体验券。等一下就进入 qualify 的环节啦。车坏掉了，在那边又坏掉了吗？这反弹老快，骗你！你别骗我啊！阿瑶有进步哎，阿瑶不错呢，另外阿瑶不错，阿瑶这跑得很好，410，410，410。再等一下，阿瑶这次比赛我去旁边土地公庙那个庙拜拜，他跟那个庙很有缘，所以接下来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剃度在那边直接对当总干事剃度。OK， 真的真的真的。你看我跑得如何？我觉得你跑得不错啊，我跟他讲，马上，哎、欸，马上哎、欸，那我就比赛就说了嘛，看直接进点三呢、欸啊、，OK 啦，410呢、欸？410啊，明天410 ，OK OK， 没有，明天拼斗车啊，武斗啦，火力展示。好，现在在我左手边的呢，就是这一次竞争最激烈的组别 ，DD Two Senior。哇，刚序员超猛的，出去大概两圈就做到这个超级秒数，哎，398吗？39601，哇，这是什么可怕数字啊？还没太慢了。哎，可是你刚刚是很轻松的做到，对不对？对啊，轻轻松松。真的。带着悲愤。刚刚你们在跑的时候，你们刚刚在跑的时候啊，妹妹把你当偶像。妹妹？有路上妹妹说，哇塞，那个序员好快哦。最好啦。真的？哪里有妹妹？真的啦。就是直接带起这个美女赛车风。好吧，那明天你有什么打算？明天就安稳的跑完比赛。你也算是半个主场，所以你要好好跑好，因为我希望你的名字可以在前面一点。半个主场是不是？就是我们曾经在这边跑不错，好不好？加油，明天希望你可以再往前一点。耶、okay, ！那我们等一下再访问你们的周子涵，可以吗？当然可以啊，需要帮你请他过来。要要要，好，没问题。赞。现在在我左手边的呢是号车队的单速 Max 的当家车手，他们是一对姐弟。刚刚周子涵，好、哦，他跑出了40.01，就是明天 Max 的杆位嘛。对，没错，超猛。所以你现在准备要争夺世界杯门票？没有，血耻一下，血耻一下。对，这个我觉得我蛮钦佩他的。从我刚玩的第一个月就听到这个名字，
然后都是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我说哦，是哦，还好啦，还好啦。就一看到说哦，这是鬼，跟鬼一样的速度。那请问一下，399，哎呦，有机会，我看一下你是地圈做到的。哎，他很过分，他只跑三圈就回来了。对，他就做到秒数了。他说这样就好了，剩下保留体力，明天再来。明天再来。我觉得这周子涵真的是目前 Max 的单数啊，全台湾把你当个算标杆吧，我觉得还不错，蛮厉害的。有机会好好带我们开一下。好，感谢，谢谢。明天加油。好，希望明天可以 PP。好，谢谢。哎呀，拜拜。拜拜。好，在我右手边的呢是欧风车队的高杰高选手。在我们还没开始比赛之前啊，他有发下一些好语，我们这边就先不多说。什么好语？就是他要双料冠军啊，希望可以，对吗？好不好？那他刚刚在 D2 的 Senior 组别做出杆位，你刚刚做出的秒数是393，这个是很可怕的秒数啊，这只有神人还做得到的啊，因为他现在在争夺两张世界杯门票。一张是 D2 的 Senior， 一张是 Max 的 Senior。 我们刚刚讲女生是成为一个标杆，就周子涵嘛，她的秒数也真的是蛮快的。对，哦，那其他大部分的男生都觉得高杰太快了，目前应该算是台湾可以叫他最速男了，好不好？确实嘛，说到杆位了，叫最速男很合理啊，好不好？那你对这一次的比赛，你要提防选手有哪位？提防选手都要小心啊，大家都这秒数都很近啊，都很快，我们同一组的基本上秒差都差不多，对，能完赛就最能完赛最重要了，对吧？好，对葡萄牙有什么想法？希望可以去啊，对吧？因为我其实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出国了，对吧？我希望再能接触国外的更强的比赛，对吧？那他们车队怎么这么欢乐？车队拿了好几个杆位，觉得这真的欧风车队真的是算大获全胜，我觉得明天加油，运气好，运气好。那明天的正赛加油，有三个 hit， 我觉得我们在下面看的也很刺激啊。对啊，希望可以让你带我们台湾卡丁车界越来越快，哎，好不好？然后这次预祝也可以拿多点积分。好，谢谢。肯丁国际的洪胜雅，刚刚洪胜雅秒数做的怎么样？有进步空间啊。嗯嗯，刚做到多少？哎，我觉得你有点慢。对啊，我有点，我对真的不快。我刚化油器有问题，要不然应该我都在你们前面。你去看我活性塞白色的，没有油，哎，真的啦。怎么办？被个 uncle 这样呛瞎？这是疯狂 uncle 不一样。疯狂，哎，那是丢了。还有两个疯狂的 uncle， 一个叫廖冰红，一个叫有看到有看到，对，快，非常快，今年的 uncle 都特别快。现在积分怎么样？状况怎么样？积分也是有机会吗？还是有一点机会啊，微微的机会。对，微微的机会。那就努力啊，那就血战到底啊！明天要看你表演了。OK， 先把自己跑好吧。哦，每个都真的是很客气耶。这次比赛哪里你知道吗？世界杯在葡萄牙。什么赛道？Portimao 有去过吗？这个赛道还蛮不错的。哇！然后那边的环境也很好，对，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赛道。好啦，你是来自肯丁的太阳之子，你跑下来一个 qualify 之后，你有觉得非常累吗？不会啊，因为跑那么慢，应该是不太会累。那我就预祝他明天三个 hit 顺利，因为我觉得顺利最重要。OK， 因为顺利就有积分嘛。对，那就再看我们怎么去战术执行。对，因为你是孤军奋战了，好不好？孤军奋战。没错耶，这是我一直以来很钦佩你的地方。好，什么？好，谢谢，谢谢。牵人家手。是哦。我是这样子。哦。OK。还要牵下去，去那边牵，不是这里牵，好吧？是哦。OK。好，加油。好，谢谢。拜。队长文哥，嗨，你好，你好，你好，总干事，你好，你好。哎，看到上面这样拼斗激烈程度啊，你一度哦，哎，是在全组的第二名的，全组第二，第一吧？没有啦，第一是一开始是张宏瑞。哦，对对对，因为张宏瑞快你0.001，全组第二，
全组哦，全组第二，真的哦，因为高姐还没出去哦。啊，你为什么让他出去呢？你为什么让他出去？我挡不住，他的车太快了。那你如果跟我讲，我那时候就回来逆跑，也要把他挡住。哎，欸，文哥，哎，欸，那你知道他们现在在争夺什么东西啊？嗯，争夺什么？什么？什么？世界杯门票。啊，我应该没有机会啊。你加油一下，不然去过吗？葡萄牙，我是没去过，葡萄汁我是常喝。那我们就去葡萄牙喝葡萄汁。那葡萄牙你去，我拿几瓶葡萄汁送你去，哎，好，好不好 ？Moment， 对对对对 ，Moment， 好，我们回言归正传，葡萄汁，不是，言归正传，刚刚文哥，刚刚文哥做到的秒数是进了39了。39.384吧，还39.8几，我也不知道，我忘了。好，那他是在 Master 组的第一座 Master 组的第二名。对，好，那目前呢，啊，其实文哥还是非常有机会。为什么？因为呢，这次的赛制啊，是取三站最佳成绩，然后第四站的力保是必须要算的。所以你跑了三珠杯加这一场再加力保，你还是有极大的积分机会。可以多得，其实不用葡萄汁啊。其实我现在这个年纪，还有，其实我现在如果再玩，基本上我如果今年可以顺顺跑，如果真的能拿到 Master 的前三名，我觉得对我自己就是一个肯定啊。我不用去葡萄汁，那不用不用不用，葡萄汁我们给40岁的外体躯壳，18岁的心智 Roger 哥，我们让他去就好。心智，文哥今天一来车场就有一句话就拼啦，啊，拼就对啊，想我嘴痛啊，拼就对啊，啊，咱这出事就出来拼啊，对吧？来就只吹了。那我觉得明天肯定又是一番缠斗啦，因为其实，在前十名的秒差都在2.1里面。而且这次第一兔总全组有26台，那刚刚排位下来了，我们几乎 all in 的第一兔都是在很前面哦。B 组包括了第一名、第二名、第四名，然后 A 组伊尼尔，我们现在张宏瑞第三名 ，Master 我们包含了1、2、3，对，所以其实这个也蛮光荣的啦，赛还很棒很棒很棒啊，因为大家都真的是拼尽全力啊，真的真的，我们也必须要讲，我们感谢我们的技师团帮我们把车辆做了，熊哥真的，熊哥真的是非常优秀，他可以给我们很多，是几乎我们在开车他都在场边看，对，那他都会跟我们讨论，是我如果以台湾现在的技师来讲，要找到这种技师真的不容易，真的真的他平常不讲话，他来动个手你就变。真的真的真的，他今天把我的车弄到，我一度觉得太快，我就要把我弄慢一点，因为我不想跑赢那些年轻人嘛。我刚刚帮他装 GoPro， 他说：“哎，欸，你不要帮我装这个东西，哎，太重了啦，太重了，太重。”我车不用跑那么快，200克我都觉得，对不对？我们都要在意，对不对？不需要装 GoPro 嘛。哎，欸，那 GoPro 在上面，你可以截那个影片给我，因为我觉得我跑得还不错。好，我希望明天大家血战到底。Fast life, the fast living. They see the ambition, they know I'm past driven. Look, we are not the same, this is not a game. I be swerving through the city in and out of lanes. Yeah, cause if I see it, then I want it, then you better know I got it. And the watches, I'm about to do the damn thing. I'm an outlaw, you can never catch me. I'm in first place, you can never. These are the moments, only got one life. This is your moment, whether wrong or right. Fall, I keep running. Feel the pain, but I love it, yeah. You know I'm built for it. You ain't gotta ask twice. You ain't by that fast life, 100 on the day.
哎哎，最快的三个男人，没有没有没有，还有一个女人，最快没有没有，你好，我爸打给我，啊，靠，好人。